这咋整呀？这都凹进去了。哎呀，这教练知道了，非得弄死我不可呀！看，正搁那骂人呢，我这现在去，这不等于撞枪口上了吗？他妈练一个热恋不会，科没考，三次考不过，你咋跟杨广宁一样你？啊！不是人家小姑娘，还不如人家呢。不是，你不对吧，教练？我这哥们儿给我说，他都该考科四了呀，这驾照马上都拿着了，是吧？是该考科四了。科目一练了四次，那加一块不就是科目四吗？你们俩不是那个骗我？卧龙凤雏啊！还有你啊，我这是你带过来的好哥们儿，有这种人别往家里带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你这话说的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先去看那边，我有个事找你，你先去看看那个事儿去，我来说他。不是兄弟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那教练正生气呢。再说你这也太菜了吧，你科目一考四遍。不是哥，我这一进考场我就跟个弱智一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了都。不是你这不一块连我都骂了吗？教练刚说完，咱俩一样的，什么玩意儿弱智啊？你是科二，我是科一嘛。哎，行了，你啥也不是，你看。教练是不是要过来打人了？哎，那个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杨广宁，给我站住！哇！哎，你是不是眼睛瞎？你给我看看，这路这么宽，你这前叶子板咋我撞凹了？不是，我刚才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就正常开，我看前面应该撞不着呀，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就撞上去了。你知道咋回事吗？我也知道，我没撞过车。你说你来家有多久了？教练车你比我都熟悉。咋可能呀，你咋撞的呀，你这是。哎呀，教练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是你先别生气。滚，自己想办法。不是，这现在脾气怎么这么大？哎，不，没事。到，好。我操，这不废了吗？谢谢啊，王教练。没事。再撞是我给你挡下来了啊。啊。丢不起人。哎，行。还生气呢。呀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给那车倒出来了。你倒了？那肯定是我倒的呀，我在驾校这么熟了，这不小意思吗？你别气了，我等会儿去找校长，我把那个车钱给他赔了，然后明天我给你修车去，行吧？哎呀，你好了，我给你带礼物了，看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给我来这一套啊。啊，好吧。什么礼物？你给。你给送礼物，我就会原谅你。嗯。你说你这几天咋回事？让你来家里帮忙，你给我添这么多麻烦，还有前天那个酒。哎呀，这帮不帮忙的无所谓，重要的是咱俩这不天天能在一起吗？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去找个校长，我把那钱给他赔了啊。嗯，你坐着吧。姐，咱那教练车的前杠多少钱呀？我赔给你。不用赔了。啊，那不行，我现在是咱驾校的员工，我又不是学员，那该赔得赔啊。哦，人家已经赔过了。人家谁赔的呀？人家不让说，你就别问了。嗯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六六教练，我找他去。六儿，啊，你把你那个收款码打开。干啥呀？我车有保险，不用你赔。我知道，我说我给你那个教练车那钱。教练车？啊，给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驾校给我发工资了，我现在有钱，我自己赔，我不用你啊。我咋不知道呀？你还跟我装是吧？你说你每次你都这样帮我，你搞得好像我跟吃软饭的一样。你说啥呢？你给这儿，你说啥呀？啥东西？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那我晚上请你吃好吃的，行了吧？不说这事儿。厕所，向厕所出发。啊？教练生气吗？不生气了呗。啊？啊？的心。